吃饭啦！凯呀，今天吃什么？我要吃鸡腿。我要吃一头猪。贾克斯，你吃得下吗？哈哈哈，开玩笑。有请我们的泡泡大厨。泡泡散架了。我抓可乐哥哥过来。停，我在这，你别动不动就抓我。嘻嘻，习惯了，你帮我把它拼出来。他是我们的泡泡大厨，我们都饿了。行吧行吧，我帮你玩拼。泡泡咋又成蓝色了？说不定又偷吃了什么。我们都知道泡泡非常的贪吃，甚至他吃掉胖姆尼的呕吐物，那他做出来的东西你敢吃吗？反正我是不太敢吃了，你看他身体都变成蓝色了。不得不说他的牙齿非常的白，一定是经常刷牙。马戏团除了凯恩、贾克斯、胖姆尼、雅加塔、金哥、安哥、卡夫莫以外，还存在其他成员，不信给你一张图片看，是吧？不过我想他们都抽象化去了。这里是泡泡拿厨具的位置。可乐哥哥，泡泡大厨拼好没？还没呢，不过也快了。下一个马戏团成员你拼谁？哦，你想知道，我告诉你，戴着黄色帽子，穿着黄色衣服。我知道是谁了，虽然我和他没见过面。哇，泡姆尼，你太聪明了吧，你猜到了吗？积木创意搭建，如果你喜欢我拼的泡泡大厨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这是泡泡的眼睛。如果你喜欢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哪个角色，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，后面不断更新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泡泡的身体拼好了，你看还差什么？还差他的帽子。厨师帽。泡泡大厨组装完成，泡泡大厨来了，给你们煮大餐吃。戴着厨师帽，泡泡的洁白牙齿，右手持刀，左手持锅铲，满分是100分。这个大厨泡泡，你们会打几分呢？